当你感到肩颈僵硬时，会做什么呢？有没有试过，无论多少按摩，隔天还是一样紧绷呢？生活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压力与焦虑，身体不断的应对与抵抗，肌肉不知觉绷紧，久了便超过负荷。身体不只记住了紧绷，纠结的情绪也累积成内在的负担。比起抗压力，我们更需要放松身心。只需几个原地动作，就能舒缓肩膀疲惫，让压抑的身心慢慢释放。坐在椅子上，身体挺直，右手放在屁股下方，用左手扶着头往下轻压，头微微往上方转，眼睛尽量看向天花板，呼吸换气15秒，然后再换另一边。肩膀舒压时，也可以试着搭配木质类的植物香氛，让身心平衡安稳。我相信健身同时也要健心，让身心一起动一动，和花草植物一样轻盈自在的伸展。